你竟然还笑得出来？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下次见到他，我们一起抽他。江楚恒又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是邻居，外加商业上的合作伙伴。我还以为你们两个人擦出火花了呢。火花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呢？不要多想。我跟你说，陈非凡跟江楚恒比起来简直连个渣都不算。江楚恒可是星海传媒的总裁，不仅多金，最难得的是他有一副上好的容貌，上流社会有不少名门千金挤破脑袋也想跟他认识，没想到竟然被你白白捡了这么大个便宜。你怎么这个反应？我刚才见到江楚恒都要紧张死了，他本人比电视上还要帅好多。帅有什么用？那么腹黑，不知道哪个女人受得了他。你真的是撞了大运还无动于衷，要是换做其他人早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糖糖，今天我们来扒一个世纪渣男陈非凡。火九剑，陈非凡滚出地球，我唐威武为你打 call。 大猪蹄子，走走。我送你，正好今天我要去警局。这不是许珊珊婚礼那天江楚恒叫保安把陈欢赶走的事吗？怎么还上了娱乐版头条？怎么了？这些人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的乱写？如果那时我不拉着江楚恒去参加婚礼，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了吧。江先生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替你解释清楚。好，我等着。好多人，怎么办啊？放心，保安一会儿就会过来，安静地待在这里就好。他的话像有魔力，即使知道即将面对一场风波，我的心却渐渐平静了下来。这条话题怎么热度越来越高了？青春，你快看，你上微博热搜了。微博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叫知情人的人，曝光了一段视频，十分钟就已经被转发数万次了。是之前江楚恒送我回家的场景。这个知情人发消息说，江楚恒开发锦鱼的华海项目就是为了讨好情人。评论全是讨伐江楚恒的，怎么一上午就出了这么多事儿？你说会不会有人在刻意针对你和江总？可是会是谁呢？要不你去找江总问一下，说不定他会知道呢。他现在肯定已经焦头烂额了吧，这个时候我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了。哎，放心吧，这些事情都是子虚乌有的，我相信真相早晚会水落石出的。一天下来，林青春遭受了很多白眼，很多人躲在他的身后议论纷纷。这天林青春做完工作后直接跟主管请了一个星期的假。进来。这是江总，对不起。